雅韵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蛋糕卷的做法。首先把黄油、低筋面粉还有糖粉、化的黄油一块搅，油、奶、糖、冰，一提起来拉馅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清蒸一下，送入烤箱150度，烤27分。蛋糕卷出炉了。好，咱们翻着面把底下揭掉，完美出炉。今天里边加上草莓酱。咱们卷完了蛋糕卷，放冷藏去定型一下。好的，蛋糕卷儿，我们上菜，来切。哇塞！师兄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示范一组的思音。看我身后供的灶王爷、灶王奶奶，发现啊，自从供了灶王爷、灶王奶奶，我的厨艺也大增。记得印光大师曾经提倡。吃素的人呢，要多吃面食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南瓜馒头，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把南瓜蒸熟后，用勺子压成泥状，加入酵母粉，还有白糖，用筷子搅匀，再加入白面，混合在一起，板上揉成这样一个偏软的面团儿，静置在盆中，形至2倍大，开始蒸了。开始入锅蒸15分钟，请师兄们品尝吧。夫人以及清净群的师兄们，新春快乐，福慧双增，吉祥如意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师兄们新年好，我是果冻小朋友，这是我太姥姥，我姥爷姥姥，我妈妈和我，这是我爸爸，我们全家给诸佛菩萨拜年，给师兄们拜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尽尽修行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如果要常念常念佛，只往生。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，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祝群主、群主夫人及师兄们新年快乐！祝师兄们新年快乐，信愿坚固，精进修行。师兄们过年好！我是精进寺班的春卷，值此新春佳节之际，祝大家一马当先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。
美。金虎走，玉兔跳，又是一年好运到。祝群主和钉钉群的师兄们，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，诸事顺意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的祝福送到，祝福守月亮群主和夫人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，身体健康，法轮常转。祝福精进群的所有师兄们新年快乐，所求满愿，家庭幸福，吉祥如意。愿佛法的人生伴随您，观音的慈悲充满您，文殊的智慧带领您。愿师兄们在佛菩萨的加持下一切如意，法喜充满。师兄们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